他一直认为你在学业上没有能够及时深造，是他没有督促好你的学习，没有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。是吗？那是不是我的一切都按照他的意图？他就不内疚，就是一个称职的母亲了？ 你们母子俩的隔阂太大了，你的心情我能理解，但你要知道，在你的个人问题上，不管他的做法你有多排斥、多不能接受，但你都知道，这是一个母亲想要弥补对儿子的亏欠。 是用一个新的亏欠来弥补过去的亏欠吧。这种隔阂不是几句话能够说清楚的。我只是希望，无论是生活也好，情感也罢，你做什么样的选择，都不是出于对我们的逆反，而是你自己真心想要的，好吗？ 早点回去休息吧。爸，我最近经历了一些。 您说的，我能理解。儿子长大了，走吧。 手术到现在都7个多小时了，怎么还不行啊？要是深层昏迷，是不是苏醒跟膈应性差异很大？几个小时也是有可能的。那也不能昏迷7个多小时啊！他不会是脑梗脑出血吧？ 结果你看过没有？看了，不是脑血管的问题。那他会不会是带酸互酸中毒，电解质紊乱啊？要不你再看一遍。检查结果都显示正常。所以嘛。 那什么时候能醒过来？那不就看命了吗？不是，师傅，他如果他要是10年8年一直都醒不过来怎么办啊？怎么办啊？王阳明，你现在不仅仅是他男朋友，你还是名大夫，明白不明白你？啊？
下次省了多少时间啊？我们这个案子马上快结了，我呢向领导请了年假，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吧。所以，如果你什么时候有时间，我都能陪你。 加多少呗？收到。来个医生，这儿有个患者。有没有医生？二百叫上充电完毕。来来来，快！医生，昨儿临床。我呢？这是什么情况？患者落水，一个小时前，水儿正经时昏迷。现在体温？三十二度一。回来了。怎么会这样？这是体温过低造成的。 睡着了，更能睡的啊！再不醒我都得叫你了。 Thank you.
心里什么都正常了，意识也恢复了。那他是不是没事了？主任，嗯，他是不是没事了？主要把管子拔出来之后，他没有呼吸抑制，那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了。来，师傅，我们现在要给你拔管了。您听懂我说的话吧？知道我是谁吗？现在插着管，那怎么说话呀？ 他意识清醒着呢，比你清醒。待会儿拔管的时候啊，可能会有点呛，啊，你别紧张，放松，配合医生的动作啊，麻烦了，峰哥。嗯，别紧张，放轻松。拜托了啊，你们轻点，小心一点。老杜，他新来的，患者家属。 哎，好，准备啊！现在开始要拔了啊！哎，别紧张，别紧张，哎，慢慢的，慢。哎，好，快了，快了，放松，一定放松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，给加个氧气，是不是？好 ，OK， 好。啊，老陆，我先走了，谢谢峰哥，算是闯过这一关，感觉怎么样？是不舒服？ 伤子想咳嗽，疼不疼？术后48小时都插着止痛泵呢，他不疼。渴不渴？想不想喝水？刚醒，肯定不渴呀。他现在最需要的是休息啊。好，你走吧，我陪着他。该走的是你，你最闹腾好吗？他现在需要我。王阳明，他现在需要的是这些，王阳明。 那我走了，有事你叫我，啊，好好休息，走吧，师傅，他需要我。 知道现在握的是你吗？啊！你不懂，但我能看懂他的眼神。他需要我，我一定得陪他。 没事，没事啊，我不走。以前都是你看着我睡觉，这次我陪着你睡吧。 我不走，睡吧。把这登记一下。好。
然后八床、十床、十五床做下血糖，结果马上给我看啊。好的，师傅，今天排代表出了吗？你一个家属问这干什么呀？我，你什么呀？我从医这么多年，头一回看到主治大夫冲出病房自己喊大夫的。我喊了吗？你喊了吗？来来来，小郑来。咱一起，咱给你远景重现一遍，看看刚才怎么丢人现眼的。大夫，大夫，虽然我是主治大夫，但我也可以叫别人参谋参谋嘛。主要你不在我心里不踏实。少来吧，插管不能说话吧？该不该喝水知道？止痛泵能不能止痛不知道？哎，止痛泵不能止痛，那还叫止痛泵吗？现在我是知道大夫为什么不能给亲人看病了。越关心越乱，听见没？是，我是有点晕菜。你是有点吗？你是彻底晕菜。我跟左老师都商量好了，今儿不给你排台，啊，你就踏踏实实晕菜吧。孟娇阳家属到了。家属不在这儿呢吗？怎么又来一位啊？你愣着干嘛呀？看你们家谁来了。哪个是孟娇阳家属？这个。谢谢。您好，您是孟娇阳家属。我是他父亲，我从外地赶回来的。那，您是他的主治医生？啊，对，我姓王。您放心，他现在已经清醒了，各项指标也恢复正常了。我听他派出所人说，他心脏受到刺伤，是匕首插在了心脏的正上方，刺穿了心包和右心室。那有危险吗？刚送进的时候挺危险的，心跳和血压都没了，所以我们是在抢救室给他开的胸，得把心包里面的血液都放出来，才能恢复心跳和血压。是您救了他？啊，幸亏送过来的时候及时。谢谢你啊！哎，谢谢叔，您谢谢你，谢谢你啊！那我先带您去看看他吧。谢谢你啊，谢谢你。他这会儿还睡着呢。醒了，没事儿。没事儿啊，爸爸在这儿，爸陪你。
我想，他现在睡了，我想他待会醒了，我让他肚子饿，先给他买点东西吃，可以吧？哦，他现在排气之前只能吃一些流食和拌流食，好消化呢。好，叔叔，他在医院还得住院观察一段时间，要不您在我们医院办一个适当的饭卡吧？在哪儿？从我们金石大厅出去，左转，再左转，然后有一个交费大厅，有一个专门办饭卡的那么一个窗口，上面，算了，我带您一块儿去吧。哦，不用，我记住，你忙你的。那么着干嘛？跟着去啊！人说不用就不用啊，明显的硬撑着呢。看着自己女儿这样，得多难受啊！表面看着没事儿，心里特糊涂，肯定。哎呀，肯定比我清楚。你这标准也太低了吧？你自己看看，手机都落那儿了。 不是你看见怎么不提醒人家？又不是我老丈人，赶紧的，表现机会到了，快！右边拐过去之后再左转。右边拐过去，先右拐，再左拐。对对对，你顺着右边。不好意思，你忙，我来。 叔叔，哎，正好我也要去食堂吃饭，我带您一块儿去吧。您先熟悉熟悉环境，等环境熟悉了以后，您再办卡。那怎么好意思啊？您那么忙啊？没事，反正我也得吃饭。嗯，还有这个您落的监护室了。哎呀呀，你看我这个脑袋，这从来不落东西的，都，谢谢你啊。那我们走吧。哎，好，哎，谢谢你啊。客气。谢谢。叔叔，包我帮你拿着吧。哎，我来。 没事没事，我自己人，谢谢，这是我们员工食堂，这有对外开放吗？啊，有没事，对外开放但其实吃东西一样，我们这儿有卡还便宜。好，叔叔您坐，休息一下。 您坐，我去看看有什么吃的。 叔叔，您休息休息。不是，那不能叫你一个人排啊，顺便来看一看。啊，哎，那个肉饼您得尝一尝，这是我们医院食堂一绝，您赶着腌路肯定没休息好，吃完了保准就有力气。是是是。一会儿我们给江阳打一点小米粥，行不是好消化。鸡蛋，蛋白糕，但是不好消化。哎，那有鸡蛋羹，比如给大点鸡蛋羹，还有今天还有豆浆，叔叔。 江阳是喜欢喝豆浆还是喜欢喝香啤酒？都行，都行，听您的。啊，那就都打。你们现在年轻医生都那么为病患着想，应该的。叔叔，江阳的后续康复您不用担心，他这是外伤。 没有什么基础疾病，很快就会恢复。后续我们会定期给他拔管换药，检查缝合。引流液排完之后就可以拔管了，估计一个来月就可以出院了。来，周灿，这是我们科室的周灿，以后我不在的时候有什么事儿，你也可以找他帮忙。对，王大夫，我先去吃饭啊，哎。 叔叔再见。哦，乖乖，头一回，大夫见了我主动跟我打招呼，都沾您的光。哎呀，不会不会不会，反正有什么事儿呢，您就随时跟我提。您做的很好的，给你添太多麻烦了。我不在的时候，您就找护士找周灿，我在的时候您找我。啊，是。哎，还真有事儿想跟你商量。 啊，您说，怎么了，叔叔？这回啊，我女儿多亏了你。啊，
又是手术，又是护理，这忙前忙后的，然后对我们家属又那么照顾，谢谢。应该的，我做的还远远都不够。没，你做的太好了，真的，你做的太好。那个，我来的时候匆忙，也没准备礼物啊，这一点小意思，请你喝个咖啡，好吧？不，叔叔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我不能要。你听我说，你工作这么忙。 对病患、对家属这么照顾，你这份心，我非常的感念。那礼数，我们都懂。不，你不懂，你做这些不是为了要红包，不是，这不是红包，是我要请你喝的咖啡。不要，叔叔，红包我绝对不能要，绝对不能。王姨，小王。 来来，醒醒醒醒！吴大夫，哎，咱把手头的事儿停停。怎么了？哎呀，我要宣布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。患者孟骄阳的父亲，也就是王阳明大夫未来的岳父大人，已于今天上午8:30许莅临本院，指导工作。在王大夫的悉心陪伴。 和麦丽表现之下，岳父大人已经认定她是优秀的女婿，就认定她是他心目中向患者勒索红包的典型。不是师傅，你百忙之中把我拉上来，就是为了组团群嘲我？哎，这怎么能是群嘲呢？啊？ 那我不得跟同志们探讨一下啊！你是如何的这个费尽心思管老丈人要红包的呀？没干什么。哎呀，你这要是什么都没做，那倒好了。你救了孟骄阳，又是他的主治医，什么都不做，在家属心中啊，已经是一百分了。他爸一个人跟丢了魂似的，在医院乱转，那我不能什么都不管啊。 然后你具体说说细节，你都管什么了？我给他和孟娇阳买了饭，然后跟他说了一下后期的护理的这个流程，还给他介绍了一下咱们的这个住院部、商品部、自动贩卖机、自动提款机都在哪儿。自动提款机。哎，我问问，是不是就你们两个人没有第三者在场？啊？那怎么了？怎么了？ 那你这就是故意制造单独相处的机会，来向这个患者家属，让他向你表示感谢。哦，你要这么说，还真是。但我没往那儿想啊。要不你就直说孟骄阳是你女朋友，省得被人误会。哎，那你这，哎，不过现在还不是你女朋友吧？那当然是我女朋友了。 我跟你说啊，我们两个那叫一见钟情，只不过吧是一直没捞着时间好好相处，要不这次他出事儿，我们两个都你就生米煮成熟饭啦。<笑>不是师傅，能不能把你这个邪恶的笑容收起来，给别人纯真的爱情留一点遐想的空间，可不可以？那就是还没确立关系喽。哎呀，差那么一点，那肯定是没有到见家长那个份儿上。哎呀。 如果要明确关系的话，啊，那需要女孩子主动跟家里说，人家现在是你手里的病人，你这到处嚷嚷的，你是别人的男朋友，你这不是那个胁迫别人吗？对呀，咱人品那么好，绝对不能干这种事儿啊！我决定啊，就低调的展示高超的医术，高尚的医德，对患者和家属无微不至的关注，啊，等有一天真挑明了。 你说那老爷子得多欣喜啊！啊，多激动啊！恨不得把女儿直接嫁给我。哎呦，那真是直接跳过见家长这关喽！哎呦，所以现在这些误会啊，都是暂时的。我现在唯一的难题啊，就是等到真正摊牌那一天，怎么样面对老丈人对我炽热的爱？ 你们都羡慕嫉妒恨，就抠脚吧，哎。
你没什么不舒服吧？刚才打过电话了，抢救室的病人昨天晚上做了开胸。好的，今天暂停。好。哎，你哪位？我是病患家属。家属不能进啊。啊，我没事儿。好，爸在外面等你，啊。放心，放心，好。 叔叔，您放心吧，没事的。这里面都是专业的护理人员，不让家属进呢，主要是因为怕患者现在这个抵抗力低，有的时候还需要做一些创伤性的检查和治疗，怕有人员来回走动，容易交叉感染。不是都已经恢复了吗？就干嘛还要再进 ICU 啊？我给你解释一下，一般大手术以后啊，我们要对这个生命的指标进行连续的监测和支持。 在 ICU 只是观察一两天，体征平稳了以后，就可以转入普通病房了。你刚才说还要做什么创伤性检测和治疗？为什么？应该是不需要的，但是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。因为我操作不熟练，切口切得不太好。怎么不好？ 切口的平整度会差一些，我会联系皮肤科的医生给他做修复，尽量不留疤。哦，因为当时情况紧急，专业的心胸外科医生没赶过来。我。 不是你，你不是专业的，啊？我要试就好了。我是急诊科的医生，开胸手术不太会做，所以切口处理的不好，还有就是释放。 心脏压塞的速度有点慢。那这个心脏压塞释放慢的话，会有后遗症吗？理论上是有可能的，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应该没什么问题的。那，王大夫，刚才那个患者，他怎么了？您进来一下。叔叔，你等我一下。 患者让我找您说有些不舒服啊，交给我吧。你怎么不舒服啊？你们那儿的性质和量都正常，你那不是肠通？伤口感染不应该啊，哪不舒服呀？ 是疼啊，酸啊，胀啊，还是什么？我给你弄检查检查。我其实没有不舒服。那你怎么了？我就是一个人害怕，抢救室里没人来人往的，只就我一个人疼。你有幽闭恐惧症吗？ 我以前觉得自己胆子挺大的，但这次不知道为什么，一个人就紧张，心里特别不踏实。
经历那么大的事儿，肯定会对你的心理有些影响。别说你了，就算我，想想你当时经历的场景，我都害怕。说的你好像在现场一样。 警官都跟我说了，说你没开枪，没开枪，算了，都过去了。我不是不敢开枪，当时有个小女孩和一个老人跑过来，我是怕误伤她。 我明白，我懂。如果你害怕了，或者是哪不舒服了，就找医生。我这不是找到医生了吗？ 这回踏实了，渴不渴？ 喝的时候慢点啊，小口吸，要不然对心肺有负担。哎，张队，慢点，小点口。怎么样，能喝什么？再喝点。你都快杵到我鼻子上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这风比较笨，没怎么伺候过人。 头一回。怎么了？哪不舒服？刚才觉得。 心脏好像被拽了一下，你心率和血压都正常。那我是怎么了？是不是输液时间太长，身体虚弱，疲劳的反应？没事啊，放心。 当下何时我终结续，星光雨怎么？
什么？